准备好了吗 ？Let's fight！ 开场球。好球！哎呀呀呀！耐心，潘瑞博来了。在顺利的把球拎过半场这件事情上，需要强调吗？我感觉这个 MC 好针对我们，做出换人的调整吧。看节目也很针对我们的。加油！他们知道了。中距离，接球。太明显了，裤衩都快拽掉了。掉你掩护全部换人。好。你们三个人全部换人，其他人他俩不换，好，就你们三个人掩护换。好，我先。他俩掩护都往上给，其他三个人。多安点。哎，退防出了问题。暂停。中华绝对。那其实就是这种之间的默契还是挺大问题的。你看人家这些，包括之前的华侨，人在一起打多长时间了？有他们形成体系了，他们还是就是各自，就是打到一定时候，就是一遇到困难、一遇到逆境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想到下意识的用自己的习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你要有一个就是好的一种战术素养，其实就是上面就是打到最后，其实你想运球、投篮这些技术大家都差不多，每天都在练，就到最后是拼的是细节，就是每一步就精确的。你看我那会儿欧洲篮球那个老游带我们的时候，就精确到点上，就是你多走一步都不行的，就是特别严谨。